你那个甲状腺手术怎么样了？还不错啊，只是我想说这伤口不晓得会不会很明显。这我太太。啊，曹太太你好。你好。一起往前走吧。好，走。哎呦！哎，怎么了？抽筋啊！啊，怎么？哎呦！你到那边坐下来。好，我们那边休息一下。哎，哎，谢谢。可能是我今天穿这双鞋啊，底太软，没有支撑力，才会抽筋的。那就把鞋脱了，脚踩地上。哎，不行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脚抽筋的时候啊，你就做这个动作，弓箭步。我现在做，哎，对，你就是把那个小腿的那个筋啊，稍微舒展开来。人家是医生，你懂，不用你教了。不是啦，我以前在工厂当领班，我经常站着很累的时候，我脚就抽筋了，所以我都做这个动作。然后就喝一些温开水，你有开水吗？哦，开水。哎，有有有，我在我先生那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还有，睡前喝牛奶，睡觉的时候穿袜子，千万不要吹到风哦。啊，好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什么够了够了？你干嘛一直拉我啊？我有说错吗？好了好了，没关系的，他说的都对，听起来很专业。就是嘛，你看曹医师都说了。而且啊，平常呢，我们就是要吃番茄、地瓜叶、香蕉也可以。看电视的时候按摩这里的穴道。好了，让曹太太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了哈。好，先走了。哦，你要休息了，对对对。我们先走哈。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好，好，慢慢走啊。好。瑞芬啊，你追踪一下刘宝珠，想办法让他到医院来做一条龙的检查。刚刚那个谁要我写那个问卷，我好像回答的不是很好。哎，就跟你说了，这只是个回诊的过程，叫你填问卷而已，放轻松啊。就轻松不起来啊。哎，曹医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太太刚好去上厕所啊。没关系。电脑断层上面看，是海马回萎缩了。从检测报告上显示，你太太是阿兹海默症初期。不是甲状腺的问题吗？怎么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呢？我太太她才53岁，这么年轻啊！是早发型失智。这几年啊，失智症的年龄有降低的趋势。他是有点健忘了，最近还有点情绪上的问题，但是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都没问题啊。生活起居呢？哦，因为他最近退休在家里闲着没事，是有发呆了，但是有一次他说他要煎豆腐，后来做了一整桌都是蛋的料理，我还很生气念了他一顿，原来这是生病了，我。曹主任，哎，他找不到诊间啊，好险他还知道曹医师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跑错地方了。好好好，对啊，还好遇到师姐带我过来。没关系。曹医师，哎，我还好吗？啊，很好。啊？很好很好。很好。那就好。我好担心啊。吴总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太太刘宝珠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宝珠，我帮忙把酒搬进去啊，等我一下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那个案子啊，资料都下来了，格局啊、坪数都不太一样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交给我哈，把头寄给我就对了。OK， 麻烦你。吴总，我来。把酒搬进去。谢谢你。他是谁啊？跟你好像很聊得来耶。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了，我们在谈建案的事情。谈建案的事啊，谈建案的事有需要头靠得那么近吗？还握手，有说有笑的，我才不信。不准动！不是我，你干嘛？保住，你不能开车，危险！你不能开车了，拜托！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下车了，走开！你这样吧，你改天带他过来，让我跟他聊一聊。他有阿兹海默症的事，我还没跟他说。啊？那不行哦，这件事情还是要早点告诉他。